七月二十四日，校园青春剧《已有二分之一的夏天》在京剧办发布会，主演倪坤、蒋劲夫、朱丹等主创悉数到场助阵。首次进军中国参演电视剧，韩国当红组合 2PM 成员倪坤的超级人气可谓相当火爆。发布会当天，听闻男神倪坤驾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们蜂拥而至，顶着北京零上36度的高温暴晒，在场外苦苦等候，只为一睹偶像真容。尽管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拦，被拒之门外，但烈日下苦等一个多小时的粉丝们却丝毫没有怨言，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通过导黄牛等想尽各种办法与偶像近距离接触。天津安徽。有买那个证去听。你们是买的证去听？是从哪里买的？是主办方还是媒体的？好像类似于工作人员，他就说他有这个证可以让我们进去，我们就买了。那怎么被逮出来了？好像被查出来了吧。那个证件是花多少钱的？300。我本来想跳墙进去的，但是失败了。我觉得这个粉丝跟偶像之间肯定是有一定距离的，然后这个距离有意无意都是需要保持的，所以我觉得就还好啦。凭借阳光帅气的外表而迷倒无数粉丝的倪坤，能受到如此之多中国粉丝的喜爱，也表示非常感动。但对于粉丝们疯狂追捧的方式，倪坤也希望粉丝们能够理智追星。When we're filming, I think maybe they should give us a little more space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 other talents don't get interrupted when acting. 他说就是拍的粉丝并没有什么困扰，但就是拍的时候希望能就是多给他和其他的艺人一些空间，然后尽量不要干扰到正常的拍摄。近些年韩流来袭，韩国明星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疯狂追捧与喜爱。不过也有不少外界质疑，声称外国艺人来中国只为捞金。对此，活动当天首次进军中国大荧幕的倪坤片酬问题也自然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For my price? Oh, that's a top secret. 他说这个是秘密，不能。秘密，这个是秘密。